大家好，我是杨宗桦。因为晚上还有一个比赛，所以今天还是要赶飞机走。这样，刚受伤回来嘛，就是希望调整自己的状态这样。然后，因为我三个月都没比赛，对啊，就是希望能自己好好调整一下。我们就是一直要比赛，因为我们网球赛季比较强，比较长，一月到十一月都在比赛，所以就是一般都是以赛代训这样。所以就是还是希望明年的那个台北知道一个很好的成绩。当然自己还是要给自己一些假期，不能说就是一到十月都在比赛，所以自己还是要挑时间去放假。然后自己舒压就是听一些音乐嘛，所以我耳机都用不到。对，音乐对我来说蛮重要的。